是最新消息，来关心的就是台北市议员杨时秋在10点钟呢召开了记者会，宣布参选第五届台北市长。记者会当中，他是提到了因为不满台北市长郝龙斌的施政满意度掉车尾，所以呢他要宣战。不过台北市长郝龙斌也立刻回应说，欢迎来挑战。导致在满意度方面的问题，郝龙斌说他也会继续努力的。